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 Mini Pixels 最新一期的节目，我是曲法师，那这是我们今天的模特小姐姐。Hi， I'm Aisha. You can follow me on Instagram. It's at bbshmee. Shmee. 那今天呢，我们来做一组室内的拍摄，然后用到 LED 的可持续的光源。那我今天呢，还是用到的是富士的中画幅 GFS52。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那这次的场景呢，我们主要使用的是一个米色的床单布来作为背景。那同时呢，在一侧使用梯子和我们以前节目讲过的苹果箱来作为一个辅助的背景。那这个辅助背景呢，基于浅色的布在照片画面里形成深色的明与暗的对比，那也营造了一种类似画室工作室或舞台剧一角的效果和感觉。相机使用的依然是富士的中画幅 GFS52 和它63毫米的镜头。那这次使用的光源呢，并不是闪光灯，而是可持续的 LED。爱图仕的 120D 第二代配合它的 Spotlight Mount 26度的聚光灯筒，来做各种不同的光和影的形状效果。那这个 Spotlight 呢，是我们最近购入的，它的最大的特点是能够非常容易的改变光的形状，打出不同的图形。那我们的辅助灯呢，是神牛的 SL60LED 可持续光源，配合一个47寸的柔光罩，用它来补光。第一组的拍摄呢，我们是想模拟窗户的光的感觉，那用到和爱图仕聚光灯筒搭配使用的 Gobo 图案片，那就是这样一个金属片，有窗户的形状。那把这个金属片呢放到灯筒自带的 Gobo 夹里，然后呢再放到聚光灯筒和灯之间插入，那窗户的形状呢就通过这个聚光灯的投射，把它投射在背景布上，做出窗户光和影子的效果。那这个时候呢再对它做适当的调整。那在这里呢，我调整了焦距，让窗户边框的这个影子呢发散一些，看起来呢更贴近真实的窗户影子的感觉。我们把窗户形状的 Gobo 金属片换掉，换成了一个很多叶子的这样一个形状的 Gobo 片。那它出来的效果呢也比较有意思，那尤其是在做近景拍摄时呢，它会有一种树叶影子洒进室内来的这样一个感觉。那以后呢，我们也会更多的来使用它。我们拿走 Gobo 金属片的这个夹子，只来用这个聚光灯筒本身的圆形的聚光灯，让这个圆形的光的部分呢投射在背景布上。那这个聚光灯它非常的集中，圆形的光呢投射在模特的身上和这个背景布上呢，让整体有了一种舞台剧演员在演独角戏的这个感觉和气氛。那尤其是稍远一点的取景，那浅色的垂坠的这样的个布和苹果箱梯子暗角的这样的整体搭配。那第四组，我们对圆形聚光灯的光呢做了切光处理。那这个爱图仕的聚光灯筒呢，它里面四侧内置的是一个三层的一个切光片，那可以通过调整这四个切光片来改变原本圆形光的这个投射形状。我们这一期节目啦，室内可持续光源的一组拍摄，那用到了富士中画幅63毫米的镜头，以及爱图仕的这个聚光灯。那总体来说，结果我们还是比较满意的。那这个爱图仕的聚光灯呢，包括我们这次拍摄用到的一些形状，那未来呢，我们也会做更多创意上的尝试。
那未来呢，我们也会有类似摄影相关的节目，所以大家记得订阅关注我们的频道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呀。那同时不要忘记给我们点赞哟。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